大家好，我是碰碰。那本部影片，我们来拼一下我们正式服的神侠遗迹吧。哦，那因为我先锋服那个已经就是运气太好了嘛，所以让很多人看了，就是说要举报我的影片。那其实我看了觉得难过啊，只是一部影片而已啊，并没有，我没有很难过好吗？所以 我希望的是说，这个运气可以继续留到正式服上面。哦，但是我们工会的会长看到了那部影片了之后呢，他有帮我施加了一些法术哈，就如这张图这样子哈，好，然后反正希望他的施法是失败的啦，哦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只有137把嘛，不过因为我自己的那个奇境探险啊，我这边其实是有卡最后一个宝箱的，就是因为我当时有在思考说我到底要不要买礼包，后来觉得还是买好了，哦。这边的话，他跑出来，这边先拿到了红宝箱嘛，还有这个20把钥匙，然后我们再来买这个。那这张钥匙应该量是算足够的了，我看一下，先这边买一下这个。哦，然后我看一下钥匙285把嘛，好，然后再来先讲一下红宝箱的部分。那个，不是这个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来讲一下命运困境二的红宝箱。红宝箱的话，当然还是推光光跟奥登啊。但是其实我奥登目前来说的话，我个人是不会去练他。虽然已经有很多大佬实测，就是说他在不论是推图啊，或者是说 PVP 都有不错的表现。但因为我现在的话，我是神魔队比较多，所以，我个人的话会把它摆在比较后面的优先顺序，然后光弓的部分的话，待会会跟大家讲，就是我这一次我也不会换光弓，但因为我光弓已经是白色三星了，但是其实如果还没有光弓的玩家，大家可以去换一下，因为打迷宫啊、推图啊什么的都很好用哦。趴趴熊的话，它的优先度没有以前那么的高，但是你打远古剑魂啊，或者是你打梦境，还是有它要上场的必要，但是其他的话就比较少一点。然后九尾的话，这个也是。九尾的话，我觉得他比较偏向是有一些人会说他是辅助型的法师，但是也有就是有人把他当做伤害的。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大前提之下，应该是先换其他这些角色会比较好。然后悟空的话，迷宫已经是有了嘛，但是我这一次没有意外的话，我应该是换悟空啦。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想要把悟空先拼到白色，那其他迷宫币我想要来换红叶，但这是我的个人选择，就是比较建议的话还是光弓跟奥登哈。总抽的话，这个我觉得赌注太大了，这个我就看看就好。好，来讲一下我现在光弓的部分哈，因为我光弓现在已经是专武30等，然后白色三星了嘛，然后战力现在是2472哈，暂定。然后我比较怕的是说是女仆会跟着伤人啊，因为女仆现在专30了嘛，那专30的效女仆效果其实是还不错的。好，因为我这边装备比较烂，是因为我把装备拿去给其他的法师。好，你们再看一下女仆的那个专30的技能哦，就是搭光弓真的是有够暴力的。然后伤人的话，目前他这边是2357，我现在伤人其实我有压他的星数，那我觉得伤人目前应该二星就好了。那如果伤人星数太高的话，就是他会那个俘获女仆的芳心，所以女仆就会一直去找伤人。那这个对我们一些如果需要女仆跟伤人的场的话，这个会很麻烦的。好，所以这边让大家看一下哈，我这边伤人其实他已经是可以升到三星，但是我没有去吃它。好，这就是光弓的部分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开始抽吧。好，那我们要准备开抽啦。不过我们先切回到我的先锋服这边啊，我们先来试一下手气哈。我先锋服目前到第九层，然后你看那边那坑坑巴巴的，其实运气也没了嘛。我们就把它点一点，看能不能。好，下一层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把它，看看能不能抽到比较好。现在第十层了嘛，第十层的话，因为是先锋服的关系，我现在蜥蜴真的好香哦。等一下，可是我还是先用占星卷好了。对，现在我只能先用占星。悟空的话，我觉得看情况，因为我先锋服悟空也差不多要白了，所以我觉得我拼占星就好了啊。来，一样四个点。不是吧？我怎么？好。好，可以了，下一个。
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一样是用占星哦。哦，好，继续。我看一下，这样差不多几个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哦，好，这个运气都不错，嗯。啊，真希望我的正式服等一下也可以表现这么好、啊。我觉得这一部影片又要被骂了。但这是先锋服好吗？这不是我的正式服 ，OK？ 好，一样。我不知道说什么嘞！天哪！可是要至少要拼到20层啊，只是这样看有没有机会就是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没有感觉了，哎、欸，16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希望啦。不过这样也是蛮多的啦。好，一样，我们从四周继续这样切。没钥匙了，没了。好，这样子，我们目前22张，好，那个之后再抽吧。然后我现在先锋服的话是快要到25张了，好，那我们就回到正式服吧。正式服的话一样，我这边还是会选择拼真心，但星辰也有一些人说很推啦，只是我觉得，还是真心，对，我还是比较推真心。然后我绝对不会去按一键寻宝的，那个不是大好就是大坏，我要自己拼我自己的实力去按。拜托，好啦，至少不要让我觉得就是正式服还在那边漏气好吗？来继续。怎么？我有些东西没点到、欸。好、哦，我今天听到他那个在翻滚的那个声音，听得好疗愈哦。来继续。好，可以。可是259，我不确定能不能拼到20、欸，感觉也是有一点点难度。糟糕，我点错了，算了。不是吧？不是吧？等一下，这一把也太差了吧！天哪 ！Oh my god！其实我现在那个正式服是不缺这些材料的哎、欸，我反而比较想要赶快多点真心哎、欸，哦，等一下，不然我们来试试看按一键寻宝好了，
来，这早知道我不按了。哦，不行，我不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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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个运气有回来，好，这个我可以接受。我怎么觉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看我算下几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好，可以了，这个这样子我还可以解锁。加油，加油！而且我都还是习惯，就是一律都是从四个点开始点哦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就是感觉起来感觉比较哎、欸，有点错了啊，算了啦，点错就点错好吗？好，第八，可是我钥匙已经剩下164了哎、欸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多一点 ，more。好惨哦！哎，对，第十层了哦。呀，第十层的话，星辰占星卷，嗯，哦，这个我要换蜥蜴。差点忘记我要换蜥蜴了。哦，蜥蜴差四只。来吧，蜥蜴！好 ，OK。来，继续。看我的四周点法。哎、欸，不会吧？又来到了我不知道怎么点的时候了。啊，糟糕了，哎、欸。剩下108。来继续。看来真的啊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一次的话比较偏向是这一区，哎，我看看要不要换个方式点，其实都是随机的啦，我看一下，嗯，我安慰我自己是随机的，好，不行，我还是手痒，还是想要在边边点，可是我觉得我想要试试看在这附近点，哎哎哎，我的运气嘞，我的运气嘞。我的运气不见了，不死心，还是要从边边点。天哪、啊！怎么会？哎、欸，假设那几个，一二三四八九十十十哦，看一下，哇，这样子这几次的运气都不太好，我真的受到了诅咒了。哎、欸，好啊，还是可以一抽入魂的嘛，好，可以。
哦，这个异兽入魂有抵回来哦。可是二十层感觉好像还是没机会这一次。不，我要没钥匙了。不，哎、欸，十七。钥匙啊！可恶啊！等一下，我现在我的券还剩多少？等一下不行，我不能那么冲动性消费。我想我想一下，我现在还有什么东西？还有什么重要东西要买吗？嗯，哦对，赏金色这个没买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。好，这个待会再来领取。所以我现在剩下，我现在剩下多少啊？欸、给我个正确的点数吧。哦，三千。如果剩下三千的话，嗯，买这个买这样子太亏了。看一下哦，我现在缺什么？我有缺肥料吗？也不缺啊，肥料嗯还好，这个吧。好，那剩下的话就是买普通的跟这个普通的跟这个这样子买哦。我们还是不要那么冲动的去买那个东西。对，好，来再十六个，我们来补一下哈。哎、欸，你至少给我中吧！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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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一个。来，继续。哦，这个不错，这个我喜欢。天哪，玩抽抽乐玩到最后面会玩上瘾，好变态哦！会让我很想要买，不行，我就是我的扣打就是这些，我不能再乱花钱了。好，嗯，怎么办？要没点数了，噔噔噔，哦，没了。好，这一次就到这边。我看一下，我目前有37张占星券，然后其他的话都是只是一些肥料，但哎、欸，不是，其他的话都是一些素材吧。可是这些还好哎、欸，这是之后再用吧。好，那本部娱乐影片就到这边啦。然后我没有意外的话，我之后应该是可以到20层吧。我想一下，我们现在这样子总共要花了几把钥匙啊？我们这边的话是285把嘛，然后我们刚刚后来又再追加了16把。所以总共是301把，然后301把来到了19层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的娱乐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那我是碰碰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好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